还有一个梦不会死，记着吧，无论遇怎么打，自由仍是会开花。今个礼拜日是6月4号，支联会继续会在维园有这个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，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出席呢？6月4号晚维园见。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识，深深相信始终会变真，某年某夕。